如今娘娘在后宫，皇上、皇太后和皇后，还有那个董小宛，都十分信任娘娘。因此，如今本宫的梦比以前更大胆。以娘娘的才华美貌，娘娘早该荣登凤座。若是不尽早除掉董小宛，她可能就在后宫一步一步地站稳脚跟。姐姐是想借三阿哥的生辰做点文章，倘若这文章一旦做成了，这董小宛就该滚出宫去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多情皇妃董小宛在中视。